那个交割出事之后才不是那个真的不是，我觉得有什么有道理吗？没有什么以后完全没有，真的没有，只能把他逼出来。没有，还是你们要排挤他？没有，自己身为一个演技工作者，就是很蠢。很蠢。这次电影会不会有？真的有一点都骗你，老板要把我抓走吧。周小涵走心自认头牌电影很蠢，黄浩平抖露露退皇室中心会内幕。忍住不哭，我要忍住不哭，望向天空，不让眼泪流出。刚刚一上台那真的是超小，差点就要哭出来。美胸女神周小涵泪眼汪汪出席公益活动，之前她在 IG 贴文和现实动态发布电影院内大荧幕的头牌画面，事后发现违反著作权法，才紧急下架贴文和发动态道歉。今天也是他首度露面回应此事。喝酒指导咖啡文明违法，是被判刑。老板要把我抓走吧。少根筋了，你是想的够多了，所以就是真的抱歉，做了一个好的事。我看到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电影，我就会想要知道这些工作人员是谁。就自己想要一个以后希望可以跟他们有合作机会，想要知道，就是想要知道名单。自己身为一个演技工作者，就是很蠢。像这次电影会，真的有一点都骗你，真的会有一点就觉得天哪！谢谢。刚刚只写那个。那来聊聊同场活动主持人黄浩平好了，只能把他逼出来。没有，还是你们要排挤他？没有，我其实很早就没有在里面，我自己的 LINE 啊超级少群组的，因为我都觉得一直传讯息很早就把声音关掉。他们另外成立的，我没有在他们任何人的群组里面。露露才自曝自己早就退出，以黄子佼为首成立的黄氏中青会成员之一的黄浩平也回应了，其实就是一个大家聊天讲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？update 近况的一个群组，因为交割出事之后才不是那个真的不是，我觉得不是有什么有道理吗？没有什么有道理，完全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因为那个时候其实里面有很多人嘛，另外开的那个群组他没有加入。对，他没有加入，可是他其实本来也就比较少发言，因为他自己工作也比较忙一些些。那我们有时候里面会传一些干话，我们就也就没有再打扰其他人。我觉得群主一直咚咚咚，我就不喜欢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y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们去哪里？我是小 S， 我是台湾选秀欧巴桑陈美凤，我是郝静，我是郑国成，我是萧敬腾，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，我是艾薇，我是兰兰，我是吴依约，我是林真义，我是郑欣宜。我是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冰红的话呢，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！ Merry Christmas。